霞，月下，下巴，截图，截图。我是最近才开始会用粉饼这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毛茸茸真的显得皮肤很好。接下来就是眉毛，我真的很不会画眉毛。修我们的鼻影，加深双眼皮褶皱的地方，就是贴着睫毛根部这样子刷。粉化卧蚕，高光，鼻头横的扫，戴上去，滑上去，然后呢，卧蚕，用眼线笔画个眼线，加个睫毛。那我睫毛很容易塌，所以我不知道加什么。画个睫毛膏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口红。我出门了，你们看一下我的穿搭。我今天穿的是，我有看不到这个裤子，然后呢？还有我的 dunk。 我回家了，我现在跟你们开箱一下我刚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蝴蝶饼干，这是我朋友推荐我买的，然后我就买了1、2、3、4、5包，这是我妈之前说很好吃，所以我打算买来给我自己吃。这个也是我之前吃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，但就是很想念它的味道，然后我就又买了，因为真的很便宜。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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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里面外套折，他们都撕掉了。Yeah.